们用这首诗歌来帮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预备我们的心要来听神的声音。我们请敬拜团带着我们一起来唱《轻轻听》。倾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的声音。是的，轻轻听，轻神也在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他是我们的大牧者，生命的主宰。在我一生只听随主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我们一起起立，你是大牧者，我们一起起立，你是大牧者，生命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敬拜团继续。是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一生只听随主的声音，我们同声来祷告，告诉神我们只听他的声音。哈利路亚，主耶稣，是的，是的，耶稣，耶稣，赞美你。哈利路亚，是的，是的，是的，主耶稣，你是大牧者，我们必不知缺乏。是的，我们必不知缺乏。我们必不至缺乏。哈利路亚，是的，耶稣，赞美你。你是大牧者，掌管我们，掌管我们，掌管今天的聚会，掌管每一个弟兄姐妹，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宰。是的，是的，是的。哈利路亚，是的，弟兄姐妹，圣经说我们今天是给个跟神和好的人，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已经跟神和好了。所以弟兄姐妹，你是一个跟神和好的人，我是一个跟神和好的人，我们大家是一起跟神和好的人。借着耶稣的宝血，我们跟神不再隔绝，我们也不再是神的仇敌，我们乃是他的朋友。神乃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主。而且圣经上说，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就得以洁净，我们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是无可指责的。而且神很希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因为他借着耶稣的宝血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他，来呼求他。圣经上说，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求告他，就是诚心求告他，他就与我们相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敬拜团在唱的时候，我们大声来向神求告，来求告他的名就必得救，来求告他，他就与我们相近。我们同声大声地来祷告，来求告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是的，主啊，我们要求告你的名。主啊，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的心都要扬起来。主啊，因为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是你的朋友，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哦，主啊，是的，我们求告你，主啊，我们求告你，用我们的心求告你，主啊，我们要亲近你，主啊，我们要渴慕你，主啊，是的，主啊，你的生命运行在我们当中，圣灵啊，你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触摸我们每。
的心，主啊，触摸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哦，主啊，使得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来亲近你，来让你的圣灵浇灌我们。哦，主啊，让你的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是个有重担的，主啊，你要卸下一切的重担，有忧愁的，主啊，有伤心，有悲哀的，主啊，你的圣灵要来做亲自的安慰的工作。哦，主啊，是个赞美你，有空虚的，有饥渴慕义的，主啊，你要让我们的心灵得以饱足。主啊，我们渴慕你，我们要得饱足。主耶稣啊，谢谢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生命的心实在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因为你喜悦住在我们的当中，你喜悦与我们同住。是的，你喜悦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要用信心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是的，单单的来亲近你。主啊，我们渴慕你。主啊，在这个新的一天，我们一早我们来渴慕你。主啊，愿你更多的降临在我们的当中。主啊，你圣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主啊，继续引导我们，引导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有看到我们台上这些弟兄穿着这样，通常穿着比较慎重，是要做什么？参加喜宴嘛。好，我们今天就特别来参加上帝的喜宴。其实每天都是上帝的喜宴，你们阿们吗？阿们。跟你们旁边的弟兄说，我们弟兄起来服事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弟兄一起服事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我们的灵里是合一的。我们不禁要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哈利路亚，因为主的名是值得荣耀的。让我们一起来赞美主的名。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哈利路亚，一起来。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和喜悦，阿们。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主啊，你的名，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和喜悦，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再次，主啊，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主啊，你的名，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上和其美，阿们。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主啊，你的名，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和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至高神，至高神，你在今在永在的主阿多纳，彰显在全地之间。
神本伟大，我的神本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阿门。我的神本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阿门。我的神本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阿门。我的神本伟大，当受大赞美。阿门。我的神本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神本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阿门。我的神本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神本伟大，当受大赞美。至高神，至高神，昔在今在永在的主阿多纳亚威吹马呼天的真配得所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之间。至高神，至高神，昔在今主的名，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何其美！哈利路亚！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主啊，你的名，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上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之间。至高神，至高神。极大的赞美，阿门！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阿门！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身份伟大，当受大赞美，哈利路亚！我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阿门！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阿门！我的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身份伟大，当受大赞美，至高神，至高神。在今在永在的主阿多纳亚威谁把我全能者配得所有颂赞尊贵，你将你荣耀彰显彰显在全地。再次宣告，我的神本伟大，我的神本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的神本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身份伟大，当受大赞美。我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身份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我身份伟大，当受大赞美。至高神，至高神，昔在今在永在的主阿多纳。荣耀
显彰显在全地之间。哈利路亚，这里受到上帝的荣耀吗？还要赞美吗？还要赞美吗？跟你旁边的人说，我要时时刻刻来称颂耶和华。一起来，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
心呢、啊？我的心比耶和华快要全没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打成手，耶和华伟大，一同高举他的名，一同高举，一同高举他的名，一同高举，一同高举他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再一次的来祷告。主啊，我要心要因你而喜乐，因为我住在你里面。是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是的，主，因着你的荣耀，因着你的能力，因着你的恩典，主啊，更因着主啊，你让我们住在你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领受属天的祝福、属天的恩典、属天的能力、得胜的力量。主啊，我们若不在你的里面，主啊，好像我们什么也不能，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要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渴慕你，来寻求你，因着你的名，因着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归回安息。姐妹请坐。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在干旱之水之地，主啊，我渴慕你。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我寻求你，在你在乎归回安息，得你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主啊，我要住在你的里面，如同此时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在干旱无水，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主啊，我渴慕。在旷野无人主，我寻求你，阿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再一次，在干旱，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主啊，我要住
宣告主啊，我要住在你的里面，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枝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工作里面，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人际关系各样的事项里面，好像常常会搅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当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好像我们离神越来越远，但是我们的心却越来越烦躁，不得安息。但是当主提醒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因为诗歌，因为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力量，让我们的心得以平静安稳，让我们的心可以重新得力，好让我们面对我们眼前的难处。上帝应许我们，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来到面前祈求的时候，他就应允我们，他就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再用一个渴慕的心说，主啊，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时时刻刻来到你的面前，我不管我丰盛有余缺乏不足，我都要来到你的面前。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神的话，住在神的里面，因为耶稣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渴慕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时时刻刻来滋润我们，因为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的里面。弟兄姐妹，我们还要渴慕住在爱的里面，因为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还有我们要渴慕遵守主道，因为凡遵守主道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渴慕神的话，渴慕他的灵，渴慕住在他爱的里面，
渴慕遵守他的道，我们就必领受生命活水的泉源，永不枯竭。我们请敬拜团带我们来唱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同声来唱副歌，住在你的里面，我们告诉神我要住在你的里面，我们来唱副歌。来到台湾这块土地，他们在这里建立教会，建立年轻人，说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的灵与他们同在。我们也要我们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三个肢体来祷告，一个是嘉兴，他们都是新搬来的，一个是桂英，另外一个是嘉恩。如果请你举起手来，让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你在哪里。我们请桂英还有嘉恩还有嘉欣举起手来，让我们知道你在哪里。如果你在他的旁边，就请你可以按着他或者是握着他的手来为他祷告。我们同声来为我们这五个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来祷告。我们同声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啊，是的主啊，是的主耶稣，祝福你的仆人，主啊，祝福他们夫妻，主啊，你的爱要从他们夫妻的关系的当中，主啊，流到整个教会，流到整个年轻人，主啊，是的，与他们夫妇同在，主啊，主起篱笆护卫他们，主啊，护卫他们的家，护卫他们的儿女，主啊，护卫他们所做的工，护卫他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是的，为嘉恩姊妹，主啊，为桂英姊妹，主啊，也为嘉兴弟兄来向你祷告，主啊，是的，你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主啊，你祝福他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主啊，你让他们在那里安然居住，住得舒心，住得喜乐，主耶稣啊，你也亲自带领他们，主啊，与你的教会连结，主啊，每到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主坛，每到一个地方就与那里的教会连结，主耶稣啊，是的，祝福我们今天，主啊，三位肢体，主啊，是的，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但是你认识他们，你知道他们的需要，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请弟兄姐妹坐下，说奉献的同工请到前面来预备哈。
在收奉献之前呢，我要特别告诉弟兄姐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呢要为三重神召会这个来奉献。为他们什么事情来奉献呢？为他们的职堂来奉献。三重神召会的牧师是一对韩国牧师夫妇，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得非常大了，我昨天看到他们的女儿亭亭玉立。他们来到台湾 很久了，等一下他证道的时候，你听他讲国语，你就可以知道韩国人可以讲这么标准的国语，非常的了不起。那我们要为他们的职堂来祷告，因为蒲牧师呢他这个很早很小，年龄很小的时候他就去中国大陆宣教，他自己对宣教很有负担。他现在呢所在的这个教会呢很多的青年学生有一部分呢已经开始在工作了，但是仍然有很多是学生，所以呢他们呢很想职堂，可是呢他们的经费需要我们一起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来支持他们，来这个用我们的行动来支持他们。那我们如果要有感动为他们奉献的，请你就注明是为三重神召会，为三重神召会，不是三重神光教阿光教会也不是这个三重信心教会，是三重什么神召会，是三重神召会。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支持他们，我真的看了他们的见证集很感动。他们每一年都会推学生去海外短宣，等一下再来跟弟兄姐妹介绍这本书。那我们请奉献的同工，奉献的同工在哪里？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奉献。我的眼光和心思，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就是你，感谢神，我们就愿意把他所赐给我们的再一次的奉献给他。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拯救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谢谢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盼望，谢谢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与你同工，借由各样的管道与你同工，主啊，这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主啊，祝福每一个凭着信心感恩的心奉献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多而又多，以至于手中更有行善的力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